好啦，又回来了啊，回来继续破关。然后我记得上次是玩到楼上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哎，对对对对，吓死了！哎，没地方躲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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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没地方躲、啊，太夸张了啦！要哪边躲比较安全啊？一楼吗？哎，冲出来了！哇！双响炮，爆掉喽！吓死了！噔噔噔噔噔！哎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！啊！Fuck you！ 啊，先探路好了。哎，没有啊。可是为什么刚才会一直跑出来？这边有路，是画到后面去吗？这涂鸦到这边就没了、欸，壁纸感觉有点不太一样。这应该是新贴上去的壁纸啊！我、哦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欸、安全，安全，这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那个是轻轨跑进来画图，是不是？换这样太夸张了吧？这是想给鬼打到，是不是？好鬼趴丢哦！哦，整房都变这样的，连床铺都已经爆炸了啊！外面呢？哦，外面目前还没有。后面呢？后面目前看不到。好啦，先出去看一下吧。啊、哦！门锁住了，门都锁住啦、啊。好吧，那看来只能正面突击了。可是我怕等下我被包围。来吧，宝贝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啊，锁住！不是，不要！应该不会鬼子他冲又冲出一只吧？不要再冲出来了！你再冲出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拼命啊！哎，我就知道，机歪，不要啦，美香鬼，50TA， 50TA， 不要啊！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！啊！龙门伞。哦，50TA 真的吓死人呢、欸！哦，破了个洞，这什么东西？一幅画，画上面好像有一个痕迹哦，那痕迹好像是水蛭沾过的，所以当初应该是有人就是在上面尿了尿啊，或者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还是在跳洞里面去吗？哎呦哎、欸，哦，所以你刚讲那个骰子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放在上面去了。可是这个骰子，那怎么放？直接放进去吗？六啊、哦？什么意思？各缺一个点，点的位置啊、哦？教堂对不对？教堂里面有六张椅子嘛，所以这应该是教堂那个椅子的顺序哦。好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、哦。这样吗？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，我相信我的本身这个记忆呢是这个天资聪明的啊，应该是没问题啦。哎，开了吧，哈哈，嫩嫩的。一楼，地下室一楼，钥匙、盾牌，还有两个那个十字架。哇，这边感觉有点恶心哎、欸。有个房间，
会不会待会一打开，这里面就会出现一只轻轨？好吧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十分之分之。Fuck you！ 吓死我了 ！I found an item， 一个绳子，绳梯哦，拿了一个绳梯，声音太恶心了吧？是什么？补充制药？正方形啊啊！三角形，圈圈，正方形，五角形，不用那么小声，没关系啦，应该收不到声音。继续看一下，进来一个小房间了，阴暗的角落，拜托不要！哎呦，吓死！好像打不开门哦，这边打不开门，里面都超黑的，看不到啊，门锁住了。OK， 这边目前是暂时性安全。不要让抽到那个啦，这很恐怖，这游戏很恐怖哎、欸！你们不要让旁边后面站着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增加恐怖程度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旁边那边，你给他吸狼你哈！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这已经够恐怖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好，我们点个蜡烛好了。OK， 空房间，空房间，太好了。有东西吗？嗯。好啦，这幅画应该是有东西。哎、欸，果然是不是？你看，这好像是三块拼图吗？三块拼图的割痕啊，拿三块了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打开了？得到了蓝色碎片文档。门打不开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拿一块替代的东西放上去上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啊，对啦，我们刚才拿到绳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要这样子啊，放上去下面。OK， 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先看一下，嗯，哦，哦。我明了了，我明了了。OK OK OK， 好，上来上来上来，轻轻松松。后面呢？后面这东西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好像没有。三角形、圈圈、正方形、五角形。哇！美香，他美香鬼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吓死人的啦，不可爱，哪里可爱啊？五十 TA， 不要闹了，五十 TA。嗯，这个兽也真的很烦哎、欸，三不五时就冲出来那吓人，有没有人性啊？真的？哎、欸，果然没错。你说右下的椅子有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棒子哎、欸，灰灰白白的，谁看得到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棒子是不是要把那个监狱里面的东西把它勾出来？应该是没错吧？我们来去勾东西好了，这边吧，不然它在那里面也拿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长长的棒子，哦，书房的钥匙，获得书房钥匙了，楼上吗？哦，现在真的很不想玩这个游戏嘞，超恐怖的啊！书房钥匙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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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，五八某，这里呢也没有，这个呢，这幅画感觉有点可疑哦。书本美酒对吧？装饰着一幅画，哎，摔破了，哎呦，西喵啊！哦、不要哇、啊！好快哦，大哥，你好快，速度 so fast！ 哎呦啊！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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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拜。不要啊！哎，果然。哎，到这房间，他们都不会出来嘞，好爽哦！好啦，赶快回收一下。我们刚才回收两个东西啊，一个是这个螺丝起子，回收一下。OK， 回收一个啦。第二个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四位数字，可是这边没有任何数字提示啊，只有在地下室那个图案。啊，还是说我们那个东西它不是要你提示那些图案提示，它要你的是边数吗？三角形、正方形、圈跟五角形嘛，所以是3405。是吗？其实我不太确定耶，4、5吧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哦，厉害！哎、欸，天生神力呢哈、哦。我觉得这东西根本难不倒我哎、欸，这么简单游戏你们叫我玩，完全没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先存档啊，好恐怖、哦，好恐怖哦，其实真的很恐怖啦。好，地下室这里吧。今晚是在创啥？你头壳有坑呢？大哥，嘿，对，不要啦，大哥！哇！死了！哎，不是吧？没路走啊 ？Hello。雕哥，那个扭曲脸太好笑了吧！快点吧，开门，开门啊！开了。哎、欸，雕哥不见了，好可爱哦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啊，不要忘记把门关起来，不然到时候又有人跑进来跟我那边孤芳自赏哦。哦，最后一遍，蓝色碎片。族狼，你没事吧？嗯，还好啦。一个人太危险了，让我也跟你一起走吧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走吧。族狼成为了同伴。族狼为什么会成为同伴？他跟阿嘎嘎不是被怪物？哎、欸，可他不是被怪物抓走了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OK， 好吧，希望族狼不要阴我。哎、欸，族狼真的那时候，我真的要跟你坦诚，好不好？那时候卖你。不是我心中所想的，我真的不想卖你，好不好？但是情况一来了，你知道一急了，我就忘记你有掰咖了嘛，对不对？当初我想说来带你逃走，但是你死掉不能怪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还好你没事嘛，还好你没事。好啦，至少目前安全了，目前安全。要放了。错了，我求你，不要捅我屁股，卓郎，你长这么帅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帅？还不能存档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想个办法，哎、欸，好，行，卓郎，不要闹啊，卓郎。卓郎，卓郎，对不对？卖羞嗨嘛，还想害我？你看看这个小贱人躲在这里，啊，吓死人了！好了，OK， 把鸡鸡的蓝色放上去了，好，完成了。啊，50TA。没了吧？过关了吧？过关了吗？拜托！啊、不会吧，卓郎？卓郎痴痴的望着你，我拼了命逃到了街上。那怪物再也没有追来了，
那个蓝色怪物究竟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卓郎他们现在仍然行踪不明。是大口啊！不会吧？好可爱哦！太可爱了！车齿之城画像，到底谁画的啊？轻轨的东西到底谁画的？怎么会设计这么好笑的东西出来呢？对不对？南方公园是不是？还有南方公园，南方公园打的有差吗？卓郎突然变得好朋克。OK， 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。嗯，过关时间1小时24分。如果主角的名字是无敌的话，哦，有人说打南方公园是不是？可是我刚才那个记录是已经破关了吗？南方公园，南方公园，好，南方公园。会有差吗？会有差吗？不是一样吗？讲什么？我们听到了关于豪宅的豪言，为什么变这样？卓郎说：“这里面还挺漂亮的，总觉得有点冷啊。”美香，你怎么变这样啦？喂喂，快点回去吧！怎么啦？吴，你害怕了吗？哼，随便你们吧，我要回家啦。门打不开了，什么？美香被秒杀！我的天，他杀了美香！我靠，你这个混蛋！鸟兽散！哇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隔壁老师，隔壁老师不要，隔壁老师！可是这怎么过关？隔壁老师。隔壁老师强奸我，这有吗？没有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南方公园、啊，哎呀，他死掉了！你这个混蛋！阁楼钥匙，上阁楼看一下好了。隔这边吗？哎，大家没事吧？还行吧。喂，浩，另外那个怪物你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，真是难以置信，居然有这种生物存在！可恶，我们已经全部完蛋了，我们就会快要死掉的。冷静点，五，肯定有活救的方法，是吧？我的天哪，他上了主廊！靠，你这个混蛋！哎，我打不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隔壁老师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哎，走走走走，哇！惊死人嘞哈！哎、欸，卓郎死了，死得好可爱，得到了玄关的钥匙。哎、欸，结束了吗？呜、哦，喂，等我一下，不要在老子头上放对话框了。天哪、啊，他关到了五，你这个混蛋！你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嗯、欸，啊？我是五啊，你叫我是五，我头还没那么大嘞，好不好？紫烧包，似乎很想与最后的幸存者讲点话。我有些问题，你们是谁？你们为什么在这边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大概是黄奕吧，我觉得应该是黄奕派来的。我没有对你们做任何事情，但我现在还是孤身一人。你那边假赛，你把那个大人都被分尸了，对不对？我好，点点点，为什么无视我？那么就再见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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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闹啊！不要闹啊！哇哇哇！痛 ！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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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嘿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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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走先走位！不要啊！五。这个人啊，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被我吃掉了，谁理你啊？哇！呜、哦！啊！还有，哎，是
轻轨，他们从过来啦！哇塞，你没事吧？得救了。果然去城郊那栋有怪物传言的房子，这点子糟透了。做这件事情我也很后悔，看不出很后悔啊。我觉得他笑得很开心啊，是无敌是不是？好了，无敌无敌无敌哦，真的是你们那底下真的是哈、哦、无敌是不是？主人公的名字无敌有差吗？无敌无敌浩克，无敌嘛对不对？噔噔噔噔，所以呢？所以真的变无敌了吗？RPG 的那个概念有没有？好色哦，小酒窝，太色了吧，恶心死了！好啦，就无敌而已嘛，没有差 啊。好啦，那么《轻轨》这款游戏啊，好吧，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啦。那其实蛮好玩的啦，老皮这也没玩过，但是我真有看皮弟玩过，因为那时候我有逼皮弟玩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不敢玩，好吧？那玩完之后，我觉得其实好像没那么恐怖啦，我觉得还好，好吧？那 OK 啊，轻轨就玩到这边啦，那感谢各位。